进步啊，孩子们有被照顾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心中很温暖。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人的一些很一直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温暖的一个特质，我真的不希望它会消失掉。所以越走到偏乡，我觉得越会看到我们原有的东西。有的时候会觉得有时候我走回来是我的恩，是我的恩典，是我的感恩，因为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一份原有的东西。那听到孩子们他们的这种分享，我只是觉得我希望孩子们可以更单纯。现代我们给了太多的这种所谓成功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太多的这种包袱给他们，我觉得他们可以简简单单的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就好了。对，加粗一点点，看得清。记得哦，你的头发要画粗一点点，不要太细，粗粗的。好，这样子我们远远看你，不是，不会吗？记得用彩色。蓝色，蓝色会不会好看？然后呢，你过年最喜欢什么？我要写什么呢？我写一个。所以你可以画一些金银财宝。好，财。还有什么道？有人的我已经写好了，但是只有一点点。